印光祖师讲念佛之处亦不入境就是念佛的地方那个瘟疫不会到那个地方所以祖师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战争瘟疫也有一个村庄有了瘟疫了那么那个村庄的人大家都念佛也都没事了只有死了两个坏人所以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都能够帮助我们化解灾难远离恐怖化解灾难那么过去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那么我们老上就是吃过年夜饭那么给大家讲开示讲完开示那我们就要准备这个凌晨十二点那就做早课了大年初一这个十二点就要做早课这个叫守岁做完早课之后那么才能去休息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现前凡夫的境界就是不要骗人不要再捏造一些不实的事情那么来诈欺来骗人这个是各行各业都不可以这样做的那现在呢整个社会都是骗人的社会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现代人好像你不骗人人家骗你那我们不就吃亏了吗
啊，那要骗大家互相来骗啊，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三途是家乡啦，人天是客居啦，啊，到人道天道了，好像来做客，一下子又落到三恶道了，啊，为什么呢？啊，就是造恶业容易啊，修善业难啊，得到人生不容易，得到人生又闻到佛法，那就更难了。啊，如果得到人生又能闻到真正的佛法，那我们这一生就有解脱的机会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闽南语啊？怕等秋骨点豆用啊，手打断了，高明的这个接骨师啊，把它接起来，还不用开刀啊，要摸的他就知道了，给他接起来啊，比他原来还更好。但是呢，他不传，他不教人啊。我们闽南话讲暗多啊，没有那个心量啊。心量太狭小了，心量狭小啊，造罪业了，所以我们啊，懂得的好的尽量公开，公开啊，就像我们岛上这些法宝，欢迎大家流通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这个才是修福报啊，所以佛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但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只有知道杀人有罪啊，那杀动物就认为是正常的，没有罪。杀动物跟杀人一样有罪，所以佛是讲不杀生，不是只有讲不杀人，是不杀生，不能杀人，那些动物都不能故意去杀的。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要再想其他东西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在极乐世界的长极光净土，时时刻刻没有离开我们，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也时时刻刻在为我们开示。饶上虽然他这个肉身放下换莲花化身了，但是他的法身常在，法身不灭。特别是我们净老和尚他讲经说法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视频音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天天听老和尚讲经说法如同老和尚在世没有两样。那么大家都发心要恭敬供养老和尚。那么最好的供养就是依教我心情况，we'll be right back.
今日圆寂土毗大典，吾等弟子至诚向恩师上人行礼告别，法眷弟子、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诚挚恳切祝祷。恩师上人，普愿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时为公元2022年9月3日，法眷弟子、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至诚顶礼叩拜，一拜。师上人、净空老和尚，向诸佛菩萨、韦陀菩萨、奇难菩萨、本是三神土地、护法龙神告假，至诚顶礼三拜。问讯。长贵合掌，敬宗一代尊述，敬恭老和尚，一起化缘已尽，安然寂静，舍报入内盘，吾等祈愿老和尚不舍情深，在家娑婆度有情，即进即行，徒彼岂堪之矣。
佛。阿弥陀佛。阿弟子动等已经把师父上人牌位相片设立恭请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法会会场。今天三十系念恭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大和尚莅临主法，祈请师父上人慈悲加持，让参与法会现场全体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都能够同沾法益，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极乐世界，莲池海会，我们又聚会。